白里东君，我们聊聊。一年多不见，见到我就走。因为我懒得理你。因为我拦了你和你的好兄弟抢亲。为什么不说话？百里东君，告诉我，我说的对不对？对，因为我看不惯你做的事儿。我从乾东城千里赶路去往天启，除了学武，我更学了很多道理。稷下学堂乃天下第一学堂，在我所学的道理中，没有任何一条说可以倚仗权势罔顾他人意愿。而我的小师兄，他纵容了这种事儿。明日我还要早起，小师兄请便。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问你的小师兄，有没有这样一种道理，可以仗着自己的权势，罔顾他人意愿？你的小师兄会告诉你，从来都没有这样的道理，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没有。是，后来我也想过，如果当初小师兄没有干预，或许云哥会走得更远一步，但他也会丢掉性命。可我心中的小师兄，他是一定会阻挠这种不平等的事的，他一定会的。是啊，关于这一点，你的小师兄对他自己也很失望。东君啊，我知道你可能再也不会相信我了，但是有一句话，我这次一定要告诉你。你的爷爷这次一定不会死，路上不会，到了天启不会，除非我先死了。东君，瑶儿，你来了。怎么样？此行，你不与我们一同吗？我的身份敏感，若是现身人前，怕是就直接坐实了侯爷通敌叛国的构陷。嗯，有道理。等你事情了了，我便来找你。嗯。只是此行怕是险路重重，东君，你做好准备了吗？我爷爷身边有几位境界深不可测的影卫，再加上小师兄的护卫。虽然云哥的事，我对小师兄有怨言，但小师兄给我的每一个承诺，我都会相信。封君，恭送侯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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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琅琊王殿下，我们启程吧。
你说这老爷子是不是疯了呀？什么单子都接。苏墨云，喂，苏木头。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没有心呢？我们要杀的是百里洛尘，闻名天下的镇西侯，连老爷子都佩服的人。咱们要杀他，你难道就不激动吗？你错了。我哪里错了？名单上可不只有百里洛尘，还有萧若风。真是无趣。虽然你跟我是好兄弟啊，但是我跟你这样的人合作真的是太没意思了。那你想好怎么行动了吗？你这样一说，不就代表你已经想好了？萧若风才是此行关键。我们先安排20个苏家杀手冲破马阵，杀掉那些不堪一击的金吾卫。然后我先去牵制住萧若风，你直接去马车那儿杀掉百里洛尘，最后你我二人合力再杀掉萧若风，简单干净利落，半个时辰就能解决。暗合近30年最大的单子，被你说的这么简单。杀人吗？不一向都这么简单吗？是你们，小师兄，这是？他们是暗河天下间最神秘的杀手组织。你就是琅琊王啊？久仰大名，我叫苏哲。不要紧张，我来此不杀人。暗河拦路不杀人？你就是木暖丫头吧？这张面皮不错。你的面皮呢？为什么藏起来了？老了，不像你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我见犹怜啊。这些年在外面过得可好啊？关你什么事？看来过得挺好。那就好，当年那一战活着的只剩下我俩了，没想到今日会在此地相见。你的官话什么时候说得这么好了？失态了，失态了。我还想
瞻仰一下侯爷的风采。侯爷的风采就先别看了，要不先看看李先生的风采。师傅，您，哎，许久未见了。苏哲老弟，咱们俩也许久未见了吧。原来是李先生啊，好久不见。这个人就是天下第一的李长生啊，我要是把他给杀了，那我也是天下第一了。那你就是天下第一蠢了。侯爷的风采还需要再看吗？不了，该看的我都已经看到了。长河，木鱼，我们走。师父，你回天启，咱们再叙旧。我们走吧。传信给第一家主顾，因有李长生，事不成。传信给第二家主顾，因有李长生，事成。怎么样？多年不见，重遇故人，感觉如何啊？当年的经历。现在想起，背后都是汗。方才那个是苏哲，是当年苏家的第一高手。我知道，斗笠鬼啊！但你放心，你现在不是暗河的人，就算是斗笠鬼，他们也不能抓你。既然他认得你，就应该能猜出我们有了面皮。幸亏苏龙模仿的像，不枉费我跟你说了一晚有关师傅的事。虽然云哥的事。我对小师兄有怨言，但小师兄给我的每一个承诺我都会相信。只是我有我的安排。进来吧。见过小公子。见过小公子。这位是苏朗，我爷爷的贴身护卫之一，他父亲当年同我爷爷一同出征，是镇中的第一细作。哦，细作就是学什么像什么，要假扮农民就像农民，要假扮商贾就像商贾。这位姐姐最善易容之术，她做的面皮可谓是天下第一，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哦，姐姐，我想请你为我做一张面皮。是假扮谁？她。她是谁啊？果然跟我画的十分相像啊。暗河行事谨慎，他们应当不敢冒这个险。老叔，这一次是什么事情把你从总堂给请出来了？当然是急事了。急事？什么急事？你们走了之后，提魂殿又接到了另外一桩单子。另外一桩单子，一单是要杀百里洛尘，而另一单是要救百里洛尘。老叔，我们暗河接单子向来都是接一不接二的，只要接了第一家的单子，不管第二家开再高的价格，我们永远都不会辩解。是因为什么原因改变了我们家老爷子的想法，让他做出这样的缺德事情？第一，杀百里洛尘本身就太难了，当然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第二单的客人身份更加尊贵，
陛下。如何了？事成。那便好。可亦有变故。什么变故？李先生再次现身了。这第二单的客人，只要他下定决心，那这第一单的雇主就是必死的结局。李长生，李长生为什么回来？他就算回来，为什么要和百里洛尘一起？为什么都要和本王作对呀？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殿下，冷静。冷静？你让本王怎么冷静？殿下，我倒是有个想法。有屁快放。李长生，陛下不是也很忌惮他吗？这次他和百里洛尘一起出现，岂不刚好给我们机会一网打尽？你很聪明，都是帮殿下分忧罢了。分你个头啊！殿下，那李长生是什么人？你说一网打尽，大内所有高手加上国师一起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你让本王去杀了他，用你的头还是本王的头啊？滚！是。这将死之人的钱，大家长觉得，我们不如就顺便赚了吧。唉，李长生。他不是说再也不回天启城了吗？我不相信真的是他。查。是。东君啊，我先回宫复命，你先入住行馆，我去避嫌，近几日暂不能来寻你。好。这。哎呀，这个张御史啊，你说你在这儿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把胡某都绕晕了，你干着急有什么用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哎，你呀你，都这种情况了，你还喝得下去？张御史，你这话说的，这可是碉楼小筑啊！你来都来了，不品一品这美酒，那岂不可惜？来，来一杯。陛下，让御史台派个人去审镇西侯，要不你去？哎呀，这，哎呀，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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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喝酒可以，审问的事儿干不了，干不了啊！要你何用啊？我以为啊，你早就习惯了我胡某在御史台吃白饭了。哎呀，哎呀，张御史啊，我这个酒已经喝到位了，您就兀自在这儿瞅着。嗯，这我你。先走一步啊，告辞。哎呀，这好酒。
还好今天喝的少，不然留神酒味给娘子闻到，那就大事不妙了。我前脚刚从碉楼小筑出来，这后脚又踏入了这百花楼，今日可谓是酒色双全呐。只可惜多了一位不速之客。回使，我见过你。哦，在通缉令上。回使真会开玩笑啊。你当真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认不认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剑比较快。哎，是玩笑，是玩笑。叶大将军曾与家父有旧交，我怎么能干出缉拿他儿子的事儿呢？不可能，绝不可能。大兄弟，有何事召唤啊？鼎之久闻胡御史之名，此次前来，想请胡御史帮我一个忙。哎呀，这个忙啊，我怕是帮不上喽。倒不听听，是什么忙？镇西侯现在可是块烫手的山芋啊。我胡某人还想在御史台多吃几年白饭呢。胡御史真是这样的人？啊，怎么不是啊？我是啊。我有一个好兄弟叫百里东君，他是镇西侯百里洛尘的孙子。我知道啊。胡御史知他姓名，想必不是因为他是百里洛尘的孙子，而是因为几年前他在碉楼小筑以七盏星夜酒大胜秋露白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啊？直接说。这次他也来了，胡御史不想找他讨几杯酒喝吗？哎呀，这人呢，明明想帮忙，却非要找个显得不那么正经的理由。侯爷，有人求见。请进。见过侯爷。你的官服是偷来的吧？啊？东君不得无礼，这位是御史胡不飞，他家三代为官，乃国家栋梁。哎呀，侯爷啊，你看这句话就有些讽刺了啊！原来是御史大人啊，怎么来我们的地儿审我们？哎，这，哎，不敢不敢，我只是听说当日在碉楼小筑以七盏星夜酒大胜秋露白的那个天才酿酒师在此，所以我特地来此讨杯酒喝。我找两杯酒，一杯敬酒，一杯罚酒，请问你想喝哪一杯啊？侯爷，这小公子跟江湖上传说的很不一样啊，今日一见，一身的风锐倒是跟侯爷有几分相像啊。他呀，本来就是我孙子，难道不该像我吗？
请坐。这可是上好的碧螺春，你就用这茶香盖盖你身上的酒气吧，要不然你回家不好交代，你家里那个可凶得很呢。侯爷，您还记得他呢？哎呀，也好，既然侯爷愿意同我喝茶，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爷爷，您和这位御史大人曾经见过，怎么感觉很熟人的样子？他的父亲是龙云阁的首席大学士胡成，之前呢跟你爷爷是同窗，你小的时候这胡大学士还曾经抱过你。大学士怎么感觉没有半点遗传呢？御史台的正事你还不说一下吗？是什么正事啊？御史台有做过正事吗？你呀、啊、你呀、啊，御史台那帮废物不敢来见我，怕我这个烫手山芋把你派来。但你这个混不吝的，是一个承蒙父荫的败家子，来我这里打听，无论是好的坏的，你必然是没有东西可以问得到。侯爷，通透。不过，御史台的算盘他们打错了。你不问，我却要讲。我不听啊！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不听！你是要让我把你的耳朵拧开吗？侯爷，您说，我记着。阎王比催人命。侯爷，我希望您说的话可以不要太多。我这老人家说话就话长，要不东君，你来替我说。镇西侯府有杀人刀十万，镇守国之西门，勿有乱国之心。此番入天启，由世子百里乘风率领破风军。世子尚武，性格冲动，不过事前已告知世子，无论此番生死何回，镇西军断不可轻举妄动。镇西侯府坚信七御史监察百官，明察秋毫，定能还镇西侯以清白。如若必要，镇西侯愿与诬告者当庭对质。万望御史将镇西侯所愿上达陛下。吾镇西侯府万谢。这些话多吗？不多不多，公子啊，你这一字千金呐、啊，你要是再多说几句，我这个手抖的就写不下去了。你要走便走，本侯爷不打算留你了。东君，送客。小公子，你方才那番话，通篇就一个意思，我没有乱国之心。倘若你要杀我，我十万破风军直指天启，说打就能打，哼，佩服佩服啊！我朋友说这七盏星夜酒，大胜秋露白，不错，想喝。若是你后面证实我爷爷无罪，别说七盏，送你七坛又何妨？小公子，这可是你说的，这酒我喝定了。哦。七御史已有判决了，无证之罪，七御史有什么资格判？小公子，你放心吧，侯爷定能安然无恙。只不过，不过什么？公子，你要多加小心呐。自然，此行我是为了保护我爷爷而来，定不能出半点差错。我的意思是，小公子要注意自己身上的危险。我身上的危险。好了，公子，再过两条街便是御史台，胡某自己回去便是。夜路难走，御史也请多加小心。告辞。哎呀，
小公子。告诉我们，百里洛城与你说什么？我们不杀你。滚！你比敬酒不知是罚酒。哎呀，你们这些人，说辞就永远只有这一套，没点新鲜感。我告诉你们，敬酒不吃，罚酒我也不吃，我只想吃我自己的酒。别跟他废话，带走。哎呀，多谢小叶将军。你应该早就料到这一点了。师父我不来你也能应付呀？怎么会呢，我这一介书生啊。那抛开父辈的事不谈，今日我也算是救了你一命。多谢小叶将军。天启城是非之地啊，小叶将军早些离开吧。好，最后一个问题，宫里的洛都统最近似乎不在天启城中。洛都统好像奉命出去办点事儿，但具体什么事儿我就不知道了。那我兄弟这边定当无恙，君子一言万死不辞。说，第一件事，李长生当年与百里东军出天启游历，人在半途就已不知所踪。由此可见，这李长生应当是假的。第二件事，我已给锦仙他们传讯，算算日子，应快到天启了。方便吗？随意。老板，来费和他一样的。好嘞。风雪剑，沈静州。无名剑客叶鼎之。我听说过你，你是剑仙羽生魔的徒弟，当年羽剑仙带你闯南绝，一剑连挑数十高手，好不威风，听得我很是向往。我也听说过你，仙人天上来，一剑风雪出，右手杀生，左手慈悲的沈静州。没想到萍水相逢，这世上最顶尖的少年剑客，靖州有幸有此幸事，当服一大拜，只惜现下无酒，不如以茶代酒，希望叶兄不会嫌弃。沈兄弟既然听说过我，
想必也知道我另一个身份。我是叶雨的儿子，北黎的通缉犯。我也知道风雪剑沈晋州的真实身份，是宫中大剑卓清的亲传弟子。此乃天启城外，而我未入天启，便仍是江湖之人，所以，我只是沈静州，你也只是我萍水相交的朋友叶鼎之。好，叶兄，我们后会有期。沈兄应该仗剑江湖，何苦要回到这天启牢笼啊？师父急招，不得不回啊。原来如此，后会有期。撤，撤！陛下，此案难判，还望陛下明示啊。我萧氏治国自有国律，你御史台监察百官以国律为纲，何事不可判，何人不可查？你跪在这里让姑给你明示，姑说谁有罪谁就有罪，姑说谁无罪谁就无罪，那要律法做什么？要你御史台做什么？张承仲，我看你是老糊涂。陛下，御史台是有监察百官之责，可那侯爷手握十万强兵，任何判决都可能引起北黎震动，臣不敢乱判呐。哎，张承仲，你就说你手中的卷宗，能判他谋逆吗？可说亦不可说。胡不菲，昨日是你去给他问话的吧？你说。回陛下，臣以为镇西侯没有谋逆。你看看人家。陛下，那这……我说了，按律法据实以判，无谋乱之举就是没有谋乱。对于有无谋乱之心，你去问问姑的那些儿子们，何人没有？陛下。张承仲，你也是两代重臣，国之栋梁，怎么只会一些耍赖的功夫？陛下，既然已经解决了一个难题，但是还有另一个呢。陛下，不至于如此啊！陛下，我是说你废物，你废物。陛下说的是，陛下说的是，让皇子与一品君侯间产生嫌隙，对江山社稷长久稳定十分不利。最好能大而化小，小而化之，不宜提及亲王的名字。只说是圣人已经给了诬告之人惩罚就好，至于惩罚如何，私下里罚个两年俸便也足够了。哼，你说你不知道怎么判，可你方才不都一五一十说得明明白白了吗？该怎么判该怎么做，既然都想好了，那就去吧。真的可以？滚滚滚！臣遵旨。臣告退。行旨，行旨。卓清，
奴才在。一会儿陪姑出趟宫吧。奴才遵旨。你也不问问姑要去哪儿？这天启城当中，还有什么旁人是值得陛下亲自去看的呀？还是你懂姑啊？当初，姑让你刻意接近老二，哄他去罗列百里洛尘的罪证。可到头来，姑却直接赦免了百里洛尘的罪，让老二陷入了两难之境。你知道是为什么？奴才哪管那么多，陛下让我做，我便做了。老二这个人，做事太狠也太急，最近不安分的紧，给他点教训吧。陛下说的是。卓清，你是不是以为姑打算立亲王为储？今日风大，我让奴才们去备件袍子。下面